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摸到他。哎呦我的妈！网友总结的很到位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奶说梦话是跟这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自从我当着狗面吃过榴莲以后，他现在每次拉完屎都会过来叫我。干嘛？我不吃屎，我不要。哎呦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告诉你榴莲不是屎？看他又拿勺子出来了，此时我已经无力解释了。我吃的真的不是屎，你能明白吗？我一直吃。别喊了孩子的心，多少吃一口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么长，你是打算去走黑暗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网友来评论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手这两天有点干吧？手这两天有点干吧？手干吧？你这手好像是脚开的。我还以为他是去包山，结果他是去包西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杜嫂子是繁衍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非常真诚的祝福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走，去看电影。我不太想看。不想看电影，你想去干嘛？我想去做旋转木马。那我帮你收拾收拾。太美了，拍完照我们就去做旋转木马。嘎嘎美，这旋转木马里全是熟人。可以说是非常熟了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这这么高，还有人拍呢。给他拍到上了，拍上网了。等红绿灯踩住人的头吗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傻子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种狗很贵吗？怎么只买了半只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是分期买的吗？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面网友给他配了张图，当睡醒的爸爸。都是些人才呀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平时在和李江哥亲子，我们四个数的，四个数的，我随便讲个段子都比这会。
天天在网页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一家三口打方针都被仿成你，哎呦我的妈！是网友总结的到位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比刚钓上来的鱼不活跃，当时准备跃龙门吗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笑死这么多人围着等我路通，还是在产房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啊，就是一考免三考，免的分别是中考、高考还有研究生考试，然后就直接从初三变成一个硕士，就是很开心啊。自己现在虽然是初三，就你不用考，但并不代表着我不能考。起早班练就是你志存高远的能力，而中考高考练就是你的心态与意志，是练就是你脚踏实地的能力。中考高考备考前的这一段时间很枯燥很有压力，但是它恰恰就塑造了你这种坚毅的这种性格，凡有所学皆成性格，这是培根说过的一句话，当时我在初三课本里面。我也是一考免三考，中考没考上，后面的都免了。哎呦我的妈，都是些人才呀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姐妹们，韩国大学的食堂可太适合减肥了，那高低今天得来一勺。哎呀，怎么又是泡菜呢？我感觉韩国人血液里面流的都是这个红彤彤的泡菜汁。海苔估计这辈子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单独成一道菜，养乐多居然也能够单独成一道菜，这个是糖心荷包蛋，真的是饿傻了。养乐多进入肠道后，这有什么可消化的？但是吃的确实比较消化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看那个玩具已经看了很久了。是啊，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过这样一个玩具。儿子，看够了吗？看够了。看够了，来，我们回家了。你真的很喜欢吗？超级喜欢啊！那我们明天再来看好不好？嗯。等一下。嗯。是不是这个啊？好的。妈妈照片已经拍好了，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。谢谢妈妈。走吧。医生说他真的很需要吸氧，孩子说没事，就让他看别人吸一样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那些年我在宫里的日子，哎呦我的妈，好一个在宫里的日子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你们都是什么原因没有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？你们都是什么原因？来看这评论啊，不划算的，有那分数能报两大专的。哥们说的没毛病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老板你过来砍柴不正要。李征，爸爸，你要哭的闭嘴。我有爸爸。你错了吗？我错了，我不敢叫。要是我儿子这样叫我，我拼了老命也得上去一块山去。